Hello，大家好，我是说什么球3连都是虚的，我直接来跟你们做一笔交易，这个叫我他妈住在评论区契约，就是如果你给我3连，或者不想收藏，那点个赞投个币，那你在评论区下方留言或者问什么问题，我都会回复你，吧，大概率会回复，这个取决于你们问的什么问题，比如什么引战的问题，或者什么我的衣物什么颜色的，这种评论我就假装看不到了，但也要注意你们问问题的话，不要对我的回复有太多的期待。就比如你问突尼斯要怎么玩，就不要指望我会像他妈的发论文一样用一大串辩证的思维来为你们解答，我很懒，这不现实好吧，笑死，我视频的文案都懒得写这么多，我评论怎么会有啊？当然即使你不给我3连，那你问什么问题我也会尽量回复你的，不过如果有默默3连的小天使，那我也会很感动的粉。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望风战神的小讲解，第六是突尼斯，我操，全国第78 GKS， 没什么好说的，期待他 GKS 的发挥。开局第一时间圣有教防一下对面前顶，他这键位也挺有意思的，有一种残缺的美感。花上来只要近点，有人，好的，打死了。对面这人临死前是都不跑了，他真的，我哭死，直接飞下去啊！双拱门没人，九窖下有一把狙，疯狂火力压制，打死了。好家伙，为什么狙会在九窖下？他在双拱我都可以理解，不等血回满直接拉出来，打了2枪头，差1枪，哦操，没打死。最关键的是队友拿狙也没补上枪。架局放对面残血那人跑了，虽然我不看队友残局，但是吧有点激发起我看的欲望了，看看这2把局的残局要怎么打吧。那没事了，刚刚的情况最凶的血没回满就拉出去其实是没问题的，因为回血的时候搜集不到对面的信息，如果对面那人到近点了，他如果拉出去可能还能把对面反杀了，不过对面那人根本就没有想抓的想法，所以就比较尴尬了。来看第二回合，开局给个闪光无人机虚晃一下，没有上九窖，来加一大了，加了几秒没有人出来，两个人都在加一大，哎，有人出来了，卧槽，两个人加不会把人放跑了吧，哦，对，把那人收掉了，又收掉了一个，觉得可以打 A 了，进 A， 好的，自己差点没了。最凶的枪法怎么感觉有点马呀，闪狙不等血回马吗，直接跳中路啊，哇，这太敢了吧，中路一点信息都没有就敢这样跳啊。摸风铃门，有人没打死，自己队友全死了，一打三，脸上这人不抓吗，来中路 VIP 有人，好的，死了。来看新的回合，开局来九窖近点，打死一个只看 A 到不看九窖的，开局一个照明4打2了，并且 A 已经完全空了，架风铃，他妈的什么世界名画，三个人一条线全在架风铃吗，这招也不爱了，队友下包了，哎，风铃有人切毒刺啊，上把赢了，来看这一把，开局带包上九窖啊，没有上九窖，又是虚晃一枪，想上狙儿啊，没有上狙儿，虚晃2枪，又想上九窖了，那么挠头。开局的前20秒，我愿称之为挂机打法。哎，顶人了啊，好，开包干九窖了，这把不用看了，队友不开风铃月影赢不了了，人家换边吧。开局想要顶一大吗？顶了，好，回来了，顶九窖的队友也残血跑回来了，加九窖。在大家咒着戒酒窖时，建议养成一个习惯，就是用响子弹掩体戒酒窖。这个点是个战神位，酒窖不打提前枪，基本对不过你的。血回满，但酒窖队友死了，不顶夜大家可以顶酒窖了。后顶有人，不敢抓，先架着。队友很快到他家门口，拖着就好了。队友到了 ，nice， 看一道，收到了最后一个人。总结吧，今天这位选手用上游标准评价，先让你们沉浸式的看一会儿。你部署炸弹，发现敌人，掩护，休息了。リロードする。エネミーダウン。我受伤了，有敌人。好的，各位评委老师可以给分了。他的灵敏度怎么感觉那么快？那再来说下我的评价吧，今天最凶的枪法只能给到成绩提升到T4的水平，他的定位有T3，
但更像只有 T 四的水平。他的更像真的比较莽。先来说他意识，他意识可以给到 T 三的水平。他整体打法是很敏捷的，但最大的优点也只有敏捷了。就比如现在有防 B 到顶出来的意识很好，发现别人往后走，然后架了一下 A 道，队友都刚 A 包里了，还架了一下 A 道是我没想到的。不过这一波挺让我惊讶的，就是队友把 A 站下来后，他竟然还自己搜了一下点，然后还真搜到人了。讲道理，这波换我还真不一定会搜，不过能接就默认 A 包都已经被排完了。行吧，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了，下期视频见吧，拜拜。Contact with enemy. Let's drop a bomb. Holding. 干嘛呀？你在干嘛呀，老铁？很牛逼。